好啦，将个结论放喺前面，金餐系视觉同味觉嘅双重盛宴啊！嗱，我咁耐以嚟食过两次，系每食完一道餸都会极度期待，究竟下一道系点嘅呢？咁第一次咧就系食厨魔啦，而第二次咧就食呢一间梦啦。我俾大家听到一次厨魔喺我心目中系一个点样嘅地位，就系假如要我喺摘星之旅系列入面拣一间 number one 餐厅，咁厨魔毫无悬念嘅拎第一，并且系当之无愧。好啦，咁先由餐厅位置讲起啦，位于中环兰桂坊嘅和安里，即系喺正容基后面嘅嗰条街啦，喺德和大厦嘅一楼啊。其实呢位系相当唔显眼嘅，因为你楼下冇一个大大个嘅招牌啦，即系换言之系唔会有街客无啦啦经过行入去嘅。所有嚟得嘅全部都系以口相传，凭住口碑揾上门嘅客人。例如今次咧就有一位好识食嘅朋友，佢之前嚟食过翻寻味啊，所以带埋我哋今次一共五个人一起再嚟食。你咪见到噶啦，个餐厅嘅装修风格系好 modern 啊！其实格调望落系有啲似食西班牙菜或者食意大利菜，多过似食华石料理多啲。呢个座位唔多嘅，佢有四五张呢啲二至四人台之外咧，就系我哋坐紧嘅呢一个八座位吧台啦。咁我哋今晚约咗晚七点嘅，我特登早啲嚟咧，就见到师傅喺度准备紧啲食材啦。嗱，呢度就系用 omakase 嘅形式嚟 serve 华石料理啊。坐在板前最吸引目光的其实不是食材，而是靓到好像工艺品一样这样的器皿和摆盘。先来看看餐牌先。晚市有三个套餐，价钱分别是1380、1680和1980。为了方便师傅准备，我们五个人统一揀了1980的梦套餐。吃日式料理揀清酒杯是其中一件很治愈的过程。因为件件都咁靓，件件都想买翻屋企添。一盘已经够难拣噶，佢再推第二盘出嚟。如果仲唔够嘅咧，有啲系特别啲嘅款，例如话左边嗰个咧系一个富士山，佢反转嘅咧就系个杯嚟噶啦。我哋拣咗手上呢一个啦，我中意佢呢个色嘅，同埋我见佢底部系内嵌咗一块金箔喺度，你完全唔知佢系点样做到呢件事嘅。所以呢份手艺唔当你唔服啊！今晚老细开心啦，所以就请饮杀茄。清酒方面我就不熟的，我拍给大家看一下张招纸，很容易入喉的，我觉得酒体是很细致滑溜，喝下挺清爽的，这个挺好喝的，这个我觉得。好了，入正题，华石料理套餐的第一部分鲜腐是一条尖鱼，这条很迷你的鱼放在一个很的色的载具上面，它是炸到外脆内软，可以连骨一起吃。师傅就建议由尾食到头，其实脆到好似薯片咁噶，带有些微嘅鱼味咧，其实唔好突出嘅啫。去到头部咧，微微带苦嘅，嗰种回甘嘅鱼韵可以激发啲口水涌出嚟。其实苦中带甘嘅开胃菜系好大胆嘅一个设计嚟嘅，不过效果咧出奇咁好。下一个环节就系八川啦，全晚嘅第一个高潮位。不过可惜啱啱一路食一路望住佢喺度砌啦，否则上台嗰时个 wow factor 应该更加突出，因为佢根本就系一个盘景嚟嘅，樱花树下恋人相拥呢、这个造景摆设靓到根本唔忍心破坏佢。咁佢整咗两个 version 嘅，啱个樱花树下咧就系、是、女仔食噶啦，即系多多食噶啦。我嘅拣呢个咧就系一个水底世界，其实食嘅一样嘅，摆盘唔同嘅啫。咁佢摆盘咁讲究，其实进食次序都好有学问嘅。先吃的是这个枝豆的豆腐，入口是那些豆蓉的口感，其实质感是相当诱惑的，味道都很清新。饮啖沙茄清下个口先。下一件吃的是这个小笼包的造型，入面是用北海道的白粟米做馅，我形容不到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甜这么多汁，你要吃过才明白白粟米和黄粟米有多大的分别。松露冚住嘅系两粒用低温烹煮过嘅白露笋，咁你发觉佢三种食材三种递进程度，就系将慢慢将甜嘅层次再扩阔开，其实似乎喺度挑战紧味蕾有几灵敏咁样一个味蕾测试咁样啦。如果单单咁食嘅话咧，白露笋系爽嫩冇渣嘅，连埋松露片一齐食咧，就再添多一重菌香同埋鲜刨松露出嚟嗰种梅油香啊！跟住隔篱嗰粒紫湖百合啫喱同埋最后嘅无花果啫喱咧，就是、用一个清凉同淡雅啲嘅香味嚟完结呢一个咁有夏日气息嘅八串啦。
华石料理就系咁顶人嘅啦，佢样样嘢都咁巧夺天工，份量咧点到即止，好似系一直喺度戚住你条瘾咁啊！等你越食越期待，究竟下一道又系一个点样嘅精品咧？咁样，你呢度每一道都系咁精彩嘅，所以你依家咧明点解呢条片咁长啦？嗱，下一道咧就用块粉粉地色嘅盐板嚟装住两款刺身。你可以先折啲青柠汁落块盐板度啦，咁调味方面就丰俭由人啦。你拖多几下，咪咸啲同埋酸啲咯。我觉得咧拖两三下就够噶啦。呢款刺身嘅品种叫胶蝶啊，咁胶蝶原本块皮就好似啲鲨鱼皮咁样嘅，好粗糙，好多粒粒嘅。食起嚟咧系些微带甘啦，嘅薄薄地一片都已经食到个油脂咁噶啦。用盐同柠汁嚟提一提鲜咧，已经好嘢味啊，口感食落几 Q 弹嘅。咁同一款鱼可以另一个食法就系可以卷住啲葱啊姜花入去咁样，用一个香口嘅微身嘅方式嚟带出呢一种鱼嘅另一款鲜味。一鱼二食，两款都精彩，我就 prefer 后者嗰种少少咸香风格咧，觉得独特嘅。跟住落嚟嘅呢一道，听朋友讲话呢一款佢上次食完一试难忘啊。首先继续喺卖相上已经拎满分先啦。鱼子酱的盒上面装住的是真的鱼子酱来的，混合埋下面这半透明的牡丹虾塔塔，捞匀佢之后呢就放在下面这个三种颜色三款不同口味的脆米子上面吃。这些又薄又脆的米子其实大力少少掂它都会碎的。一起吃的话，那米子的香脆，法国鱼子酱的咸鲜和牡丹虾胶的那种虾甜味就混为一体，层次很丰富的。不过 suppose 呢三款颜色嘅米子分别系绿色嘅抹茶味啦、黄色嘅粟米味同埋粉红色嘅系樱花虾味。但老实讲，当你捞埋其他食材，即系捞埋虾胶、鱼子酱之后食咧，我真系分唔出呢三款系有分别嘅个味道。咁呢个回合嘅味蕾测试咧，我就 fail 咗啦。下一件艺术品喺食之前，继续欣赏一下先。嗱，呢一道系深海池鱼啦，同埋隔篱放呢个鲍鱼鳝翼嘅编织物之上嘅裸肉嘅。池鱼的刺身的表皮是亮银色的光泽，肉身透明兼且看起来很润，它是那些适合用厚切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它的油脂很丰厚，但丰厚得来吃下是不漏的。鱼肉清甜爽脆，厚切是最可以突现出它这种丰盈口感的。你加少少山葵就可以挡一挡它的鱼油那种源源不绝的后劲。跟在池鱼刺身的后面，你吃什么都会相形见绝的，所以厨师特意配了一个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裸肉片。裸肉本身因为它没有油分，所以如果现在加山葵就很近了，你可以就这样吃，吃它有一种另一形式的清甜和爽淡，就当跟刚刚这个这么丰盈鱼油来一个相辅相成。跟住落嚟嘅呢一道咧，首先就咁不一细啖抱试下先，感受一下嗰种绵密同埋鲜甜，系啊，鲜甜嘅抱啊。然后咧，再捞匀下面嗰啲材料，咁佢有龙虾肉啦，有面包蟹啦，有三文鱼子啦，同埋海胆，系啊，咁细嘅一个容器入面装住咁多嘢，基本上咧就系将成个海洋嘅味道浓缩成一羹仔咁样放入口嘅啫。个味道层次同埋口感嘅丰盈程度都好嘅难忘。想象到的有一丝丝的蟹肉，有雪糕咁滑的海胆，有一粒粒嗰啲用舌尖顶下佢就会爆的三文鱼子，同埋一细段一细段有咬口的龙虾肉，我都尽咗个能力去描述嘅啦。嗱，题外话啦，呢个咁的色嘅容器，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得？其实佢海胆个壳嚟嘅，好实净嘅呢个嘢，爱嚟装食物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师傅话，厨房有个姐姐系专门负责剪海胆刺同埋洗干净个壳啦。咁其实呢个一日都唔系用到好多壳嘅啫，我谂整定十个八个喺度咧，都够一日嘅份量噶啦。今餐华石料理系冇乜鸡肋味啊，食完啱呢个咁精彩嘅海洋大集会之后咧，又嚟一盒烟雾弥漫嘅主菜。嗱，呢就唔系嗰啲为咗懒系 dramatic 登场效果先加落去嘅干冰啦，而系有浓郁嘅烟熏香味嘅，佢令到下面呢三款刺身都带有些微 smoky 嘅效果添。我谂有人会问就系话，淮石料理见见得嗰一细啖咁样，其实饱唔饱噶？其实唔使讲咁多，单单系呢度已经有两件丝鱼啦，两件银鳕鱼啦，同埋有赤身中拖大拖嗰度加埋有四件嘅拖螺，八嚿脂肪食落肚，其实好难唔饱噶真系。
嗱，咁呢度独立讲一讲手上嘅呢个银鳕鱼刺身啦。师傅喺个皮度搽少少嘅豉油之后咧，再轻轻咁烧一烧佢，将啲油份逼翻出嚟先，但仲保留到刺身状态之下鱼肉嘅弹牙同埋嗰种胶质。豉鱼、鳕鱼同埋吞拿鱼呢三款都系主打油脂感嘅刺身啊，但呢三种嘅鱼油感同埋嗰种爽嫩程度咧，系各有千秋嘅。而喺被烟熏过后之后咧，佢嘅风味系会更加突出。嗱，讲到嚟呢度啫，呢度只系第七道嘅啫，以今餐嘅进度嚟讲，系去到 50% 左右啦。而三位女士食完呢一道之后，其实已经去到约摸八成饱噶啦。结论就系呢一盒脂肪放题嘅质素系好到无话可说啊！食完呢盒脂肪放题之后咧，就嚟饮碗汤调节一下先。放喺面嘅呢一串泡谷，你单独咁食咧，又甘又香。如果将佢摘落嚟放落个碗度咧，就可以为呢一碗清汤添一重香脆啲嘅口感。咁啊 ，focus 翻落个主角度啦，佢系将伊势海螺酿咗入去条北海道嘅辽心个底嗰度，咁啊用龙虾嘅鲜甜嚟衬托翻爽滑有嚼头嘅辽心。你一般嚟讲海参系冇乜味嘅，但辽心咧系有少少好独特嘅香味，我唔好识形容啊。食一餐饭啫，你系食到嗰种 literally 真系几十种嘅食材，系真系会大开眼界。如果你体会唔到海洋生物有嘅多样化嘅话咧，你食一次日本料理你就明噶啦，你会认识到好多你根本听都冇听过嘅品种，原来系咁嘅味，系咁样嘅质感嘅。跟住嘅环节就系食蚝啊，咁餐厅提供有两种食法啦，我拣咗熟蚝，咁熟蚝就系以炸嘅形式嚟呈现啦。嗱，呢个位置我就真系拣错咗，因为嗰次其实我已经近乎饱嘅状态，再食炸蚝难免有啲饱滞感觉。咁冰库县嘅生蚝就系咁强悍啊，肉质饱满，系熟咗都唔会点缩水，熟咗都依然可以保留到嗰种鲜甜嘅感觉，系相当难得嘅。相比之下，我又觉得多多拣嗰个生蚝嘅 version 望落咧就清凉得多啦，佢用一个啫喱嘅形式嚟 echo 翻蚝嗰种水嫩嘅感觉。特别之处在于佢落咗一样叫蚝叶嘅材料嚟吹谷嗰阵蚝味啊！嗱，蚝叶个样系咁嘅样嘅，一块望落平平无奇嘅一块叶啦，嚼落咧些微带甘，过几秒之后嗰种有少少以假乱真嘅蚝味嘅后劲咧就发出嚟噶啦！嗱，咁啊认识多一种新奇有趣嘅食材，真系唔简单。跟住嚟到呢个套餐嘅第十道啦，就系、是、一个无蟹蒸蛋。嗱，呢度嘅摆盘就系咁引人入胜啊！佢会令你好期待究竟每一道餸会以一个咩形式嚟呈现咧咁样。咁你打开屋顶之后咧，佢会再淋啲用毛蟹嘅壳嚟熬成嘅汤落去呢度做一个 final touch。嗱，不过呢只炸脆咗嘅蟹仔食落咧有啲韧口嘅，佢啲爪同个钳咧有啲吉肉，同埋食落系冇乜味呢下先惨啊！下次我谂到当个装饰品食就算，即系唔食佢当装饰品就算噶啦。咁主角咧，你一估都有几鲜噶啦！佢将毛蟹嘅蟹肉、蟹膏同埋蟹壳熬成个汤，咁三者融为一体。嗱，毛蟹就出名系啲蟹肉就冇乜嘅，不过啲甘甜滑溜嘅蟹膏咧就几乎布满成身咁丰富添，捞匀个蛋一齐食，相当鲜甜。如果你嚟食嘅话咧，我希望你食到呢一刻都仲未饱，仲有胃口去拥抱呢一件 A4 黄牛。我知道你听我讲啊，斋讲落嚟呢度你都攰啦。我哋嗰晚好似食咗 total 接近三个钟啊，沿途每一道出品都美轮美奂。不过去到最后呢一两道系开始有少少审美疲劳咁嘅样啊。不过调翻转讲，如果唔系个三个钟全程一个雕花咁样喺度摆盘嘅话咧，其实今晚个用餐体验同埋个观赏性同埋个趣味性都会大大下降。咁 A4 黄牛大家明噶啦，就唔使多形容噶啦。点过呢个自家调制嘅洋葱 XO 酱，食起嚟系更加香口啊！佢少咗一般 XO 酱嗰种鲜辣感啦，多咗洋葱嗰种甜辣嘅感觉，系另外一番滋味嘅。今晚咁多道食材用到各式各样唔同嘅器皿，嗱虽然唔系啲咩名牌啦，即系个价钱唔系好名贵啊，但都系匠人嘅工艺心血。嗱，就以呢个碟为例啦。佢用咗一个好独特嘅材料去整嗰块玻璃，所以喺浅色背景衬托之下咧，佢系珍珠白咁嘅色嘅。反转佢哋系见到噶啦，佢一个富士山嘅造型啦。而当你有一个深色啲嘅托盘嚟装住嘅话咧，咁原本睇落好浅嘅蓝色，即刻就会变成一个好深邃嘅宝石蓝。
嗱，佢贵就唔贵嘅，不过嗰位匠人一共先整咗30个啫，然后就揾唔翻嗰种材料噶啦。所以餐厅其实用个托盘装住嘅，仲有一层保护意思嘅，因为之前曾经有个客人个扇手打烂咗一只，听到之后肉都赤埋啊！嗱，唔系因为佢贵，而因为佢无可替代啊，烂一只就少一只噶啦。好啦，咁临尾呢两三道餸我就刻意唔详细讲啦，留翻少少嘅神秘感，俾你有兴趣嚟食嘅时候再发掘一下。不过其实呢度其实经常佢会转 menu， 因为淮石料理其中一个精髓就系不时不食噶嘛，所以四季更替时候个 menu 变化肯定好大嘅。同埋你都估到噶啦，个师傅咁艺术家性格，佢点会忍到自己每一日都喺度重复营造同样嘅盘景，创作一模一样嘅摆盘嘅呢？不过讲开又讲，其实香港真系一个极少有得食淮石料理嘅地方。如果同奥马卡西相比嘅话咧，更加显得淮石料理系凤毛麟角咁少添。香港有一家淮石料理是连续8年都拎了米芝莲两星的，是来自日本三星名店龙吟的首间海外分店，是 ICC 101楼的天空龙吟。我很希望这间土炮的香港淮石料理可以为港争光，我很十分看好这间料理的。好了，最后来看一张单，这张单很简单，5个都是梦套餐，每个1980，5个价钱就9900元，连买加10890。我想如果这个之后窄了升的话，那个价钱水涨船高，升上3000元一个套餐都一点都不出奇。主厨没有任何架子，我都第一次见到主厨穿着一件牛仔布但烫到直一直这样的厨师服。他没有那种白色厨师服给人一种难免少少冷冰冰的感觉，看起来还很醒神。嗱，佢好搞笑嘅，食完饭之后仲会带埋我哋出去露台嗰度望下下面嗰个空溜溜嘅兰桂坊咁样。即系你讲开又讲，你一方面容许20万人次嘅人免检疫自出自入香港，另一方面将个限聚令收窄到去得翻2个人，咁所以大家都冇办法噶啦，唯有睇住啲旧片嚟止下条瘾先啦。亦都希望呢间餐厅挨得过呢一关，将来可以快啲食到佢摘完星之后嘅嗰一餐。亦都祝愿其他一众高质嘅餐厅可以趁呢段时间养精蓄锐，留得住青山啊！个人冇事咪好咯，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噶嘛！好啦，咁今条片嚟喺呢度，长得滞，唔好意思。好在我之前拍落都有唔少题材，未有时间剪住，所以呢段时间我都 keep 住有旧片出。好啦，我哋下条片再见。